咁你第時咧，你會識睇嘅，你去可以跟好多老師學嚇。嗱，睇睇實，咁樣打橫，一去去翻，支筆一定一拋翻轉頭，係咪啊？一話一定拋翻轉頭就得噶啦，係咪？佢個筆鋒會噼噼啪啪將呢啲打成幾多角噶。啊，咁你有人學跟咗其他老師學就知道。他是怎樣做這些出來的，其實很樸素一個動作來的，那就回頭 就出來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用這樣兜字畫得好曬，啊，這樣拎下畫下這樣，不是這樣的。但是呢，我們的字帖呢，它呢就會誤導你的，佢寫一個個箭嘴，一個個箭嘴咁係轉嚟轉去，轉嚟轉嚟轉去，轉嚟轉去，咁你就會頭先咁寫啦，頭先呢個動作，頭先咁寫啦，啊咁樣畫到過嚟，啊兜起咗呢幾個角先，咁樣咧就唔使嘅，一筆就過噶啦，睇住再嚟表演俾你睇下。拍清楚一點，是吧？一落一下，看著筆杆，看著筆杆，一放，這樣推回轉頭就可以了，筆杆一落，這樣放推翻轉頭，就已經包含曬佢箭嘴所話嘅動作噶啦。你睇一彈彈到佢幾方，只要你越係咁去，越係一點一彈托翻嚟，就係咁噶啦。咁樣如果你都跟過好多老師噶嚇，睇佢講唔講得出呢度，係咪？唔好出聲，得啦，唔好出聲啊！你看是不是你看這些角是這樣，所以是很樸素的，這支筆 很尖，如果它刮一點它就沒那麼利的，這支筆很尖，這樣這個跟轉角是一樣的，轉角就是畫下來而已。看著我再做轉角的動作給你看，你畫出去是不是在那裡，是不是在那裡，有沒有動到什麼動作，一寫過去一落就是了。但是你在停幾停就完了，因為這些是索碎紙，硬紙就不會的，即是不索碎的紙就不會的。再看著一畫出去，看看這樣，我不用是吧，那他自己有的，是不是有的，真的就是這樣，是不是，即是我的動作做了他是有的，咁我動作做啱咗，佢冇算咯，係咪？睇住筆杆，睇住筆毫，睇住筆杆，再提一畫，係咪停耐咗啊？你中意？睇住再嚟，嗱係咪？快啲嚇，出曬嚟。咁樣你如果你用坦白，仲睇到佢嗰個痕跡，係咪？咁樣。冧紅頭嗰度有一點嘅，冧紅頭嗰度一點係好大嚿嘅，係咪？即係中字嗰度又係一點，中字寫落嚟係一嚿，其實就係依嚿嚟噶啦，只不過切咗唔要依頭，唔要依頭啫。睇住，我再做俾你睇啊！就咁嘅，就咁樣就起曬啲角噶啦，等於轉依個位置一畫。就等於講咁樣嗰個字帖嗰度咧，佢嗰啲箭嘴咧，氹氹轉嗰度兜圈嘅。咁氹氹轉喺度兜圈咧，好多人就用個筆尖寫曬嗰圈之後，就一填曬佢咁樣。咁樣兜咁填曬佢，就用個風嚟行咗個邊。唔係，不過佢寫得靚，你冇得反對㗎。
好多人追住啲靚字去學噶，只不過寫美術字填埋邊畫黑中間啫嘛。不過佢寫慣咗快手，一拎起個風，行到都拎起個大個風，嚟到嗰度啊，仲拎起個風，係按個風嘅，唔係拎起個風。咁樣唔好話佢唔啱，啊，佢都係教導好多學生都係咁做到，啊，咁樣只不過你有兩種方法，你睇學邊種啦，好唔好啊？一係咁講啦，唔好講話唔啱嘅，世界上冇唔啱嘅嘢，咁寫美術字都得。填曬邊裏面油黑佢都得，難停嘴都係咁出嚟。我哋學嘅難停嘴都係咁填出嚟。咁你哋個個都愛嚟學啊！講俾你聽，咁樣歌一畫同歌一畫咧，兩畫咧，依度係一橫，歌度係一棟，即係等於咁樣。咁樣只不過一橫同一棟連住寫，咁樣連住寫啦，就有一個啦。咁一畫出去，一咁樣。是高起的博的首先是吧，因为嗱你咁样畫返落嚟咪高起的博囉，咁另一個咁样落射博的，係咪你點集之筆落去，一集之筆落去就贏，你起筆嗰時一集之筆落去就個贏，停咗嗰時一集之筆落去攞返轉頭就個贏，咁集之筆落去唔係提之筆落去畫好晒。咁你哋又多一種寫法，係嘛？咁樣有好多嘢，仲有好似我撇足咁樣，係嘛？一千人字都係咁樣。咁樣咧，翻返轉頭，又一個寫法。多數都是認為依頭咁落嘅，個個老師都係咁教嘅。但係咧，點解我可以咁寫啊？因為我學畫畫，氹氹轉都畫得嘅，係咪？一字由依頭寫過嚟嘅都得嘅，係咪？一字由依頭寫過嚟都得嘅。所以我識得集呢啲角咧，畫畫出筆出手就精神。我先就集呢啲角嚇，咁樣睇住佢筆個細，咁樣如果個個都係直直地揸啦，揸直直地揸定定，直直地揸定定咁樣畫咧，咁有好多嘢，有好多角係你。